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就是这一部经所开示的，啊，佛所说、所教导我们，啊，极乐妙土乃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，我们要真学啊！真实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啊，妄想不是真实，没有杂念，杂念也不是真实。没有欲望啊，这个欲望是个人的欲望，自私自利的欲望，假的。为什么？身不是真的，不要为这个假身去造业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大错了啊。真身是法性，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实际啊，真实之际是真实啊，真神是智慧之神，是功德之神啊，是众善之神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吧？啊，我们要怎样？先成就自己，自己成就之后，居住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。啊，极乐世界才能现前了。